记者吴佩桦台北报道，瞄准大屏数 TP Link 引进旗舰真三频 Deco M9 Plus 网状路由器，一颗主机覆盖范围70频，两颗125频，最多连用10颗，适用透天厝、民宿、多楼层或中小企业。现代人离不开网路，居家需要无线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，包括笔电、手机或家电，但家中网路不稳定，问题可能不在网路业者或频宽不够，而是路由器不足以应付需求。选择路由器除了注意覆盖范围、快和稳定也是考量要素。灿坤商品部副总经理李经纬表示，根据灿坤销售数据显示，以往单频和双频以上路由器的销售占比6:4，不过今年双频以上销量增长 15%， 已和单频相当。 TP Link Deco M9 Plugs 完整支援无线标准 802.11kVR， 在室内可达到无缝漫游，并具备自动修复、备援回程、自适应路由技术，官方号称传输速度最高 1500Mbps， 并能同时连接超过100台设备。另一特色是能将家中的物联网产品整合到同一个 App， 例如智慧灯泡、智慧插座、智慧锁，支援自家 TP Link 以及 GE Quickset 等品牌。 TP Link Deco M9 Plugs 由灿坤首卖，其中16家门市设有体验专柜。即日起至8月13日，原价14999元，灿坤会员特价11999元，两件组免费到付安装。 TP Link Deco M9 Plugs 旗舰三频网状路由器，灿坤首卖。记者吴佩桦社。 TP Link Deco M9Plugs 旗舰三频网状路由器，适用大屏数。记者吴佩桦社。